做你嘅門徒，首先我哋做你嘅門徒先，唔係淨係做信徒，係做門徒。願萬民都能。
自主人都教，陪伴着我直到父神的旨意达成，愿民道能作你门徒，能信依侍奉神，以和爱分享主恩，愿民道从罪恶中得释放，神愿你兴起我，带着我一起征战。被你使用，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争战，这个争战就是拯救更多人，但是太多人他们是翘埋着手或者在烦恼，主耶稣，用你的生命更新我们，主耶稣，你是创造我们的，我们今次讲到属神的世界观影响我们的医治释放，就是神是创造者，一切都是祂所创造的，用你手创造我，用你手拥抱我，卸下你
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，所有一切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有生命是从你而来，这个世界是从你而来，这个世界的历程在你的手中，无论魔鬼做多少事，这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，所以我们愿意将一切的主权交给你，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你，全心爱你，让你作主作王，让我做顺命的儿女，真的让你作主作王。多谢耶稣，当我们肯听神的话，神就能够大大的祝福我们的生命，提升我们的生命，主帮助我们将整个生命献给耶稣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是普通话的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
这首歌比较特别一点，我自己配啲词嘅。Hallelujah, 或者力量，求謝力量。